如果一期节目就是两个人坐在这里，什么都不说，迎着风看着海，然后发现是个梦。你想象一下，我们过去的这十几天的旅程，这一季的节目会不会就是一场梦？有没有可能从我们去张家口的那天开始，就是一场梦？这一个夏天，开启新的起点，试着等停闪电，心灵就会有改变。现在的时间，翻山越岭只为遇见，我心中的信念，拥抱世界，拥抱蓝天。哦，转眼去今年，坚定心中的热烈。我年少时有过的梦，一起实现。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。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，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。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。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，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。留住青春最好的纪念。